男星尹子維日前在微博連發三則貼文，公開向前女友有中國第一美空自稱的徐冬冬表白，沒想到相隔三日後，徐冬冬就對於前男友的行為寫下長文回應，並且強調已經取消關注對方的微博，只希望大家能夠靜一靜。徐冬冬表示同尹子維曾經分分合合多次，揚言對方人品好，做好朋友已經足夠，強調他們早已是兩個世界的人，